天哪！来，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，太棒了！哇，这一场争霸战真的太棒了！好了，今天晚上，我只有一位可以拿到CNLE生动亚洲的至尊之星，难题留给各位老师，请你们一起商议一下，给我这个人的名字。直播的CNLE生动亚洲亚洲区总决选，现在三位我们已经演唱完毕了，到底我们的至尊之星这个最高荣誉属于他们当中的谁？我们先要来听听看老师们的意见。小松已经迫不及待地拿起了话筒，小松就你先来。我都没注意到我迫不及待拿起话筒，因为我心还处在那个荡漾中，一直都没平静下来。霍尊，我就跟你说一句话，向他们俩学习。这个当然你还年轻，你还有很长路，你很好，是通了。他们已经把音乐、歌唱、声音全都通了。你知道通了以后是什么吗？就可以跨越所有的障碍。常石磊跨越了甚至性别的障碍，在真的是在男女声、在真假声、在所有的那些声音里完全跨越了那些障碍。说心里话，常石磊让我觉得我先说希拉，他跨越了语言的障碍，他甚至可以在不懂歌词的情况下唱的人心完全给荡漾起来了。我的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已经这样了，所以我要
特别感谢你们俩。常石磊，我做了20年音乐，在幕后，你的出现让我觉得我还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，真的，啊，一无止境，谢谢你。Sheila, you gave me goosebumps. You broke my heart. Okay. 他让我鸡皮疙瘩掉了一地，心碎了一地，就是那征服彻底。把我们都征服了。你先别我们啊，因为刚才据我的观察，你站起来了，大南站起来了，左邻右里站起来了，舒俊也曾经有一刻是站起来一会儿的，只有一个人，他的动作是这样的，这个人是宇哥。宇哥，你基本上大半首歌你是这样听完的。喂。这个，因为我是忘记站起来了，因为我今天一直在头痛啊，我是真的在头痛，但是他们唱完之后，我头更痛了啊。真的声音哦，我虽然听过很多次，但是其实每一次再听的时候，我仍然觉得真不错。哎，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。你欠缺的就是一些。可能现场的经验啊，这个其实假以时日，你必然也是一名勇将啊。希拉，我这个指甲都咬碎了哈。希拉，我们不要讲到这么夸张啦，我们讲亚洲歌手好了，我只有在包括现场歌唱的技巧、歌声还有挑逗观众的能力，我只有在张惠妹身上看过。你是我见过的第二位亚洲歌手。石头不用说了，我觉得我今天像在看你在做一个音乐的特技表演。你可以把 Lady Gaga 的歌曲改编成那样子，可见你心里面是有多强大的音乐创作能量啊。头好痛，谢谢宇哥。校长，我们的至尊之星的奖杯就在你手里，有结果了吗？有结果，但是我要先把这个奖项拿到可以得奖的人身旁去了解一下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这样啊，我们今天就从你们的声音里面讲出来，呐喊声，还有掌声，还有脚踏声音，做出来你最大的声量，送给这个奖项是属于伯爵的，有没有 ？OK， 是属于常石磊的石头的。是属于希腊人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往往很多时候不一定。校长，我告诉你，但是经过刚才我们所有的评委投票以后。选举以后，我们9票通过，冠军是希拉，希拉。
Alicia for letting me born in your country. Alhamdulillah, thank to God. 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Asian Way for letting me be a part of this competition. I feel so happy and honored. And of course, thanks to all the productions for being so nice to me. Thank you to all the judges for being, I don't know, you guys are just amazing people. And of course, to all the fans, to all the China people, thank you so much for making me feel so blessed, and I feel so happy. Inshallah, I will be here more and more, and I will learn more Mandarin, of course. Mandarin is a very beautiful language. And give a round of applause to Chan Shilei and Hui Jin, because they are super. They gave a very tough time to me, actually. Thank you. 希腊说非常激动亚洲，让他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。他也要谢谢在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谢谢所有的评审老师给予他的意见，让他能够在今天晚上可以发挥出那么好的水平。也要谢谢所有上海的观众给予他的掌声和欢呼声。同时，他也建议各位把掌声送给常世磊和霍尊，因为他们两位今天给了他很大的压力，他们两位也是非常出色的歌手。 而且我知道，此时此刻，希腊最想把这个奖杯和一个人分享。希腊的天赋来自于他的爸爸，他的爸爸也是马来西亚80年代非常著名的一位歌手，女王。My dad, if it's not because of him, I'm not gonna be singing today. 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him so much. Sheila. Sheila. Come down. Because, yeah. 巫启贤老师走上来说，所有的评委希望再听你唱一小段《征服》，因为他们太想听了。你们想听吗？ 好的。Yeah. Okay.